以及 DDT， 还有这个右上角的悟空啊，只有四个五次带圈。我都能想到 UFP 现在的心理，你知道吧？马东新前面瞄了半天，发现人不是很好的，而且车好了。哎，这边哇，四杆枪直接被移掉，四毛 CC。嗯，他的圈边了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下个圈会不会被人家冲。哦，是冲脸了啊！哎，这个打的是自己老队友哎，打老队友的好准啊！这是两个一起奋战之前这个面团。九 K 就把明月先放好，队友刚刚是姗姗来迟，一个跳车啊，对面是个背身，这不很可惜，但是对面原地爆发就已经注定自己的存亡。啊，这个火，他差是一个了，刚刚给数据板，这数据板跟个毒奶似的，啊、让我们来看看，这压力又给到了十七和天霸了，这么早就被灭队了。哎，这个就感觉有点像赛前说的这个滚雪球，这个雪球好像有点滚起来的感觉啊。嗯。天霸的话好像也是在往海边这边去炸，这个时候天霸露露一个人在山头要被包了，四面包夹，没有任何的还手余地啊，双拳男第四手还能救人。是的，快把我的分身扶一下。对呀，看雷吧。这边先放了小宇宙，所以哎，是有稍微有点小马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后面是拉回来了，把神虎打掉。这个地方不好扔，他这个位置吧，好。我灰灰，我的天！是的，灰灰顶了两个。愚人一打，只有四十二滴血。这个小头皮愚人来回 pick， 啊，还是这个节奏 pick。所以我当时在找巨不过来的时候，他居然车一点没扫我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懵了呀，你知道吧？这肯定。好、嗯，这、哦、是 MCG 和 4M 第 N 次相遇了。是的，本来以为二圈那个时候 4M 这个点就三圈只要稍微正常一点 ，4M 这个圈型这个防区都能知道全米团，结果发现三圈是真不给面子，飞扔的稍微慢了一点点。这种情况就是谁捏的慢了谁就把自己补了，然后小鹿又倒了。这把我只能说真的是圈形在左右东侧队伍的身体。哦，天霸遭中了，天霸只剩两个人了呀。是的，这效率，这出枪的效率，行，还有的打。先攻心突击手，哇，推销是刘西方的人给队伍再斩获两分。这时候他有一颗手雷了，是的，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了，没有人了，没有队友了。先给队友封烟，不着急，再补烟，一滴血了，救不了吧？太粘性补烟了，已经是。补烟反正是我救不救就不好说了。哎，所以老局埋了这个位置很近，连续埋了两个人，现在士气有点招架不住。旺仔刺激再放到一个诉求是补上枪线，这样的话 FK 还剩两人，沃里贝尔跟龙斯哥，三颗手雷，龙斯哥不扔吗？走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打了全剩一个人了，是气是剩一个人了，然后天霸也是剩一个人了，我都好像是大家又在统一起跑线上，对吧？第三局整不混了，我已经泰罗跟悟空，泰罗这把没有人员的伤亡，先把分数给拿下。悟空还有一个人就在烟内混着，看看有没有雷。我直接舔了好多雷，没问题。目前稳定在追分的好像只有泰罗，还。哦呀，这个真不给机会。这条虽然将无非打的是无非这个位置，能救吗？赶紧。将队友弹下去吧，他们的载具。这是往哪冲啊？是往天柱脸上冲啊？哎，他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他是冲过了一个厕所，来了另一个厕所是吗？这个掉头回。好像应该是后续的队友过来的，撞这个厕所，结果没撞下来啊。嗯，这车停的挺好的，哇，一个甩尾，很戏剧性效果。
所以是按名次顺序来淘汰人的是吗？对，牛海比第一个被淘汰，然后天霸，然后十七。啊，后面就是 Flame。Flame 有点难打，真的难打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位置太极限了，真的没了。这个前面就已经说过，就他这个位置只要不在圈两，击倒了一个血哦，北边 DDT， 雷没扔进去。DDT 其实也很难受。最后还是靠、啊、这波 DDT 其实也要考虑到后面圈型怎么打，是否要去考虑去扎一下厕所，但是如果进了那个厕所的话你就很被动了，天路在山上抽把真的是随便抽。你现在说你头箱那边吗？哦，沿途还扫了一个，顺便扫了个宁驾，你就踩宁驾这个位置驾车是，那这个位置就很难受了。那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呀，你现在放眼望去中间哪有位置，这个时候三个人只能抱团取暖啊，挺多的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就是到处漏风而已。现在僵持了一千年的两个队伍终于打起来了。哎，我看到了一点边缘，想王骚骚补枪补掉。现在目前 Pyro 只剩 A， 这些 DDT 有点炸，我说实话前面经常是不是把自己给打倒了、哦、但是我说这一这波是连续进了两个，救救我，这波怎么会这样的呀。我甚至是有可能觉得天路觉得 DDT 所有人都下去了，所以说觉得应该是屁股没留人。哎呀，糟了，主动出击被斩，我要另一边他只能跑，把天路全部淘汰了。啊，这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波六一就是他又去移了一波，兄弟又移了一波，然后全没了。这样的话导致现在 DDT 成为场上的有主动权的队伍。是的。哎，那这么说，因为现在第，他不是应该是第九名也在的。嗯，是的。两边还在互相换分 ，CDG 现在依旧是保持满边。哎，满边还真不好说，你还真别说 ，CDG 这波如果说同时人在下局飞啊，活着在后面追是吗？我这一发双狙 ，AWM 是放到了雅痞再一颗手雷，这样的话 ，TMA 对于 DDT 的威胁就不是很大了。DDT 本场是拿到八个淘汰，把也有机会能追点分数回来。4-4。四打四，目前看下来的话 ，DDT 枪线是已经完全拉开。看到了，哦，发现了，第一波没打死，我后续高清补枪很准，位置已经被暴露。对方是有 Groza 叫乙，但是狗杂这个枪的伤害太高了，临场有点，有点上头了，问题也不是很大。今天马东西应该是直接优势拉满啊，最后一个人四打一应该是要吃鸡了。这一把记忆是应该是 DDT 本次常规赛是的第一记忆啊，是这个其实整个 DDT 的枪法就是这个枪线来说的话，是他们的就互相照应的点会更多一些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 CDD 当时如果说近点人就是一旦被集火或者被突破的话，其实周围暂时也不能够就是